上次那个哎，开始嗨，沙发不就那个吗？老爸老妈，我们现在拍我们家的那个风景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家外面的空中走廊，然后走过来69号就是我们家，然后从外面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，因为我们住的还蛮高的。哎，忘记拿钥匙开门啊！没有拿钥匙怎么开门？钥匙给我啊！钥匙在口袋里。喂，那啊，从上面可以看到楼下人家住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现在进房，当当，回家了。哎咻，哎咻，回家了。这是我们的走廊，鞋子这么难脱啊！左边是我们的小房间、婴儿房、上上铺，现在变成我们的储藏室。然后采光很好，从这边进来，左手边是我们的浴室。蛮大间的浴室，浴室还可以通到房间。这边是厕所，独立的厕所。然后这边是放洗衣机的，这个洗衣机是 Bosch 的。然后我超爱这个洗衣机。这边是我们的客厅，看到一个大大的落地窗，是不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亮？然后这是我们买的电视跟沙发，客厅相当的大，所以其实可以放很多东西，然后厨房跟客厅是一起的，所以这是开放式厨房。然后阳台，我们其实有个蛮大的阳台，从阳台这边出去可以看到对面，然后外面有一条河，左手边这边可以看到 Tvi 的乌特勒兹的车站，然后下面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骑脚踏车。好，我在阳台这边放了一个凉椅，这是我的乘凉的地方。进来屋子里面，这是我们的餐桌，现在根本没在用的餐桌，因为我们都坐在电视机前面吃饭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冰箱，还蛮大，其实够大了。还有我们的烤箱跟微波炉一体的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厨房，还不错，蛮不错的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房间，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相当大的衣柜，要啦，不要开灯很暗哎。然后房间可以通到浴室，啊，浴室是干湿分离的这种浴室。好，然后等一下我跟阿如等一下要去骑脚踏车，房间的介绍就到这里啦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出门了，拜拜。